大将军，嗯，前面不远处就是甘泉客栈了，嗯，命令众将士把火把熄灭，加速前进吧。听我命令，众军熄灭火把，加快前进。是。众军加快速度。是不是有动静了？刚才铃铛响了。啊？要不要去叫包大哥？我刚用火箭查看了，滩上没有人，也许是黄羊或者是野兔。哦。好了，大家继续巡逻，哎，把眼睛睁大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刚才铃铛响了，什么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向滩上放了火箭，没有人啊。你能确定？火箭把滩上都照亮了，真的没人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大约一盏茶的功夫吧。所有人上战墙！啊，鲍大哥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不要多问，没时间了，快去！是。弟兄们，上战墙！上战墙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上战墙！上战墙！弟兄们，拿长枪！所有人蹲下，每人守住一个洞口。是。撤回客栈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弟兄，各就各位。是。快快快！铁山，你究竟听到什么声音了？没有动静啊。大哥，你听错了。
权了，把山阳王推向杀手。看来山阳王和恩之所沆瀣一气，和平共赏。
与我等恋战，以此中路突破是有机会。好，杀！王八蛋，不能好死，早晚有一天天打雷劈。行了，老二，我们怎么死
至少你是看不见了。不是我说你，谁让你跟着他出去的？啊，得了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，就当个陪死鬼吧。进攻！铁山，是我害你。看到了，这就是你的伙计。是我错看了他们，害人害己。他奶奶的，我就是变成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他们。铁山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你不是也要把元昊送出客栈，交给西夏人了？你，放了他们，解开绳索，快！谢谢包大哥，谢谢包大哥。大家过来，我有话说。
弟兄们，眼下的形势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咱们这二十几个人被襄阳王的杀手和上千西夏军团团包围，想活着逃出去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。现在有两条路，弟兄们可以选择。第一，守在这里，大家齐心协力，也许能够多活几个时辰，即使死也死得堂堂正正，死得像个男人。第二条路，走出客栈大门，向襄阳王和西夏人投降，看看对方能不能饶过你们。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会死，像懦夫那样死去，没有勇气，没有尊严，什么都没有。生命是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意夺走它，更没有任何人能够要求别人替自己放弃生命。请相信我，不管怎样选择，我们都不会阻拦。打开闸门。想好了，波大哥，我们真能走吗？如果想好了，你去吧。哎，走，波大哥，那我们走了，好自为之吧。走。还有要离开的吗？老板娘救过我的命，我恩将仇报，险些害了她的性命。刚刚你又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再恩将仇报。那我罗老八还是人吗？包大哥，你放心，就是死，我们也绝不会离开客栈。老八说的对，我们的命是包大哥救的，今儿个就卖回给你。对，对，就卖还给你。好样！我再问一遍，还有没有要离开的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关闭闸门。是。今天夜里，敌人是不会再发动进攻了。老二、小三儿，利用这个空隙，你们率领大家加固寨墙，多备滚木雷石和金枝子。明天早晨，将是一场恶战。好，去吧。走，快，几个去那边。是，到。其余的人上城墙。有的时候，我还真挺佩服你的，几句话说的这帮家伙服服帖帖的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在关键时刻收留我们。我已经失去过一个男人，绝不会再失去另一个。其实，我早就下定决心和你死在一起。只是你知道，人在危急关头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是不愿意放手的。元昊的事情，对不起。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作为女人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包大哥，你对小弟恩重如山，就像是我的亲哥哥。不，我的亲人当中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。我的爹高高在上，我娘想要杀了我，我的两个姐姐早已经远嫁他乡，你比我的亲人还要亲。
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别忘了，你是西夏的皇帝，有一天你登基继位，整个西夏可都是你的。包大哥，你就别再安慰我了。目前的处境，小弟心知肚明，能够活命已是千难万难。恩之素和襄阳王绝不会放过我们，但是我不怕。元昊虽然贵为太子，却是一辈子没人疼没人爱。现在我终于遇到真正关心爱护我的人，能和你们死在一起，我知足了。无愧。至于做不做英雄，倒并不在意。包某倒想问问王爷，裹挟各路反贼，做下这等弑君逆天之事，率麾下数百杀手面对包某一人，却屡屡失败。不知王爷心里的滋味如何呀？请包子，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你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，这一次你觉得你还能逃得掉吗？王爷，你身为大宋亲王，号称太祖后裔，竟然投敌叛国，携党项兵以自重，乃至闻鸣笛而鼓战，对穹隆以屈膝，实在是令人齿寒。哼，包铁山，你休要在此巧言令色，立刻打开闸门，交出太子，孤饶而不死，否则顷刻之间，孤的大军将你的客栈夷为平地，到那时鱼死网破，玉石俱焚。包某已与众兄弟结下同心，不惧一死，誓与王爷血战到底。我倒想问问王爷，率领孤军深入绝地，一旦秦王兵马赶到，还能逃得掉吗？反贼元昊听着，立刻出城投降，否则要尔等粉身碎骨。恩之素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先帝对你恩重如山，为尔以重任，想不到先帝尸骨未寒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助纣为虐，伙同太后谋害当今皇帝，你真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。胡说，你违抗太后之意，难道不是反贼？你给我住口！先帝遗诏，殿驾后由我元昊入土即位，我就是西夏的皇帝。你串通内宫，阴谋弑君，而今竟大言不惭地称我为反贼。你让城下的这些党项士兵们说一说，我们两个究竟谁是反贼？不是说先帝殿驾由太后即位吗？哎呀，太子继位天经地义，我看元昊太子的话不假，是吧？要是元昊的话是真的，那咱们一路追杀的可是当今皇帝。哎呀，啊，皇帝啊！那是皇帝啊！大将军，元昊太子究竟是不是当今皇帝啊？对呀，是不是皇帝啊？大家不要听元昊胡说，
先帝一诏，太后入统继位，元昊心中不服，妄图篡权谋逆，他这是妖言惑众，众君不可轻信。我手中拿的便是先帝的遗诏，恩之颂，你敢不敢让我当众宣读？元昊，你已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不思悔改，妖言惑众，你真是罪大恶极。众君听令，准备进攻。大将军，你让他读一读又何妨啊？是啊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对啊，弟兄们，那读一读。弑君之罪是要抄家灭门的，咱们死了不要紧，可不能让爹娘老婆孩子也做了糊涂鬼啊！对啊，糊涂让爹娘老婆孩子背着。嘿，属下人自己乱起来的。好，说得好，兄弟，继续说。于是弟兄们，你们都是党项的好男儿，为什么要跟着恩之颂做反贼呢？现在朝中的元老们都已经知道了太后和恩之颂的阴谋，正在率军秦王很快就会到达这里。大家听我的话，立刻将恩之颂拿下，在场的所有官兵官升三级。这都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是元昊的挑拨离间之计，中军不要上当。我才不听呢，这是皇帝啊！算了，家人怎么办？家人怎么办？如山，有再敢乱喊叫者，杀无赦。哎，大将军，不能让元昊再说下去了，否则一旦众军得知真相，那可大事不妙啊。不错不错，王爷有何妙计？把那几个人押上来，敞开话题。好，好。把那几个人押到阵前。嗯。跪跪下！这包大哥、老板娘，你们看！弟兄们，听包大哥和老板娘的话，千万别出来啊！包铁山。这些人都是你的同伙吧？没错，他们出卖了你，将甘泉客栈内所有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本番呀。这群畜生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。我早就想到了，王爷，你将他们押到这里，想做什么呢？我知道，客栈内人不过20，剑不到200。再加上这个客栈的寨墙低矮松软，根本无险可依。面对我1000多人的大军，你们怎么可能守得住呢？我有个建议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一听啊？包某，洗耳恭听。西夏人要元昊，我要太子。只要你们让元昊抱着太子走出客栈，我们立刻撤军。交出元昊和太子，我们就能够保住性命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可以想一想啊，即使我反悔，你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不过是守客栈的人中少了一个元昊和一个婴儿。可是如果我实现了诺言，你和其他人就可以活命了。换作是我，一定会试一试。可惜啊，我不是你，更不会做像你那样的人。元昊是我的兄弟，太子是我大宋的储君，对我来说，这两个人都与我的生命一样重要。我们也许会死在一起，但绝不会将他们交给你。这就是你的回答吗？王爷就不必再多费唇舌了，有什么能耐都施展出来吧。有种就攻城，看我们会不会怕你们。刀斧手上前。这些畜生可真狠，活该，这些王八蛋卖身投敌，死有余辜。我说二哥可真悬呐，我差点就跟着他们出去了。弟兄们准备好应战。是，上面人听着，甘泉客栈已经被大军所围，继续抵抗，这就是下场。有杀死包铁山元昊者，
赏黄金10万两。上面的弟兄听到了，杀死包铁山、李元昊，赏黄金10万。是小人，公瑾。王爷小心！进攻啊！
后退，杀我手！一群废物！张将军，当前作战使用胡杨木搭建而成，大漠中气候干燥，而胡杨木又易起火，一股可汗命令军士们用火箭烧死它。对呀。申虎立刻组织王府内卫协同西夏友军共同进攻，必于午前拿下客栈。是。大将军，下令进攻吧。Thank you.
客栈，先看一下我的脑袋。竟然能够对抗上千敌军，说出去别人都不相信。幸亏我及时赶到，否则我们就完了。太子呢？在客栈里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看到襄阳王率杀手深入黑戈壁，像是冲你来的。我怕你独立难支，太子遭遇危险，这才召集八府捕快到定西拘禁。可时间太仓促了，只来了定西的一官捕、安边的二官捕，总共30几个人。你别小看他们。虽然比不了你，他们也是身经百战的好手。不，弟兄，就凭你这份忠义，这份侠肝义胆，包铁山心悦诚服。我替太子殿下，替大宋江山，谢谢众位兄弟。包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我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却肝胆相照，惺惺相惜。不要说有太子在这里，就是没有太子殿下，我盯着熊远一样会好。你是官，我是犯，帮我，你回去怎么交代？但有大义所在，岂能反顾其他？大不了不做这老蛇子捕快，浪迹江湖去也。可是弟兄，你想过没有？我们只有几十个人，对方却有上千之众。有句话我不想说也得说，我们恐怕很难。
难活着离开这里的。怕是我就不来了。报仇，你赤胆忠心，不畏强盗，身负太子，千里驱驰，是为我辈楷模。丁连雄虽然不才，也要学一学包兄的样子。虽然算不上英雄，却也有侠有义，真男儿是也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这才叫做真男儿的英雄本色。谁有金疮药？啊，我有。皇兄，你且在此略几天，我上宅前看看。好，禀王弟兄了。真想不到丁捕头竟然这么仗义，我还担心他回去会率人来抓我呢。这就叫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丁振雄是一条好汉，我没有看错他。西夏也收兵几个，本来已经攻入客栈，就要解决包铁山，谁想到就在这时候来了救兵。那些人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。我看到了，否则也不会把你们打得如此狼狈不堪。看清楚了吗？来救援的是什么人？很多人都穿着捕快的服色，应该是官府中人。什么？进入官府？也不是什么当官的，看那些人的样貌，似乎是附近的衙役火场捕快班头。不好，不好！一旦此事传扬出去，对你我是大大的不利啊！要尽快的结束战斗，攻下客栈。王爷，这些人人数虽少，可都是亡命之徒，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俗话说，哀兵必胜。咱们攻了几次，眼见得胜，可最终还是让他们击退了。哎，真他娘的！王爷，你足智多谋，再想一想办法。让姑好好想一想，好好想一想。王爷，王爷，末将回来了。中原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啊，还好。王爷，末将有一计，可攻破客栈。这就是当今储君，只是个吃奶的孩子。千里驱驰，身经百战，孩子竟然毫发无伤，我真想不出你是怎么做到的。好，将孩子裹在软甲之中，背在身后。真是难为你了。宗捕头，宗捕头，几位，你们快来看看，出怪事了。Come on.
寨堆积到寨墙口，骑兵就可以直接冲入寨中。王爷，此计大妙，客栈里的人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他们死到临头了。雷英，我们带来的王府内卫还有多少人？已不足百人，命令所有人全部上阵，务求一击成功。是。哎，这不好，怎么了，宝叔？他们要用骑兵，什么意思？还不明白？就是用沙袋多口平行，西夏人骑兵的战马便可踩踏着沙袋攻上寨墙。骑兵冲击力极强，我们无法抵挡。好毒的计策呀！现在怎么办？放箭，逼退他们。咱们的企图，再拖下去恐怕又成变数，下令进攻吧。好，弓箭手上火箭。Thank you.
投降。恩之术，你这党项族人的败类，丧心病狂的叛贼，恩将仇报弑君犯上，人若不除，天必诛之。我元昊就是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黄口庶子大言不惭，欺君瞒上，意图篡位，还敢在此巧言令色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。天理昭彰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来人，将这反贼拿下。是是。混蛋，还不上前！大将军不必动怒，他们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包铁山，我真是有点佩服你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你们的屏障已失，被团团包围了。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你，到这个时候还负隅顽抗。有一个字，叫做义。现在站在包某身边，都是为了这个义字而来。包某在铁枪庙亲口答应李娘娘要保太子安全，在定西元帅府，包某向杨宗保元帅保证过，绝不会让太子落入反贼手中。包某拼死力战，就是为了这些承诺。而这些好朋友之所以会站在我的身边，也是为大义所趋，义无反顾。可这个义字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枉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哼，我倒忘了，这个字对王爷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。王爷为了一己之私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，气节、廉耻，甚至自己的灵魂。见利忘义这四个字用在王爷身上，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。包铁山，你张口道义，闭口廉耻，可这些给你带来了什么？死亡。你说的对，我从来不讲什么道理，只知道实力，谁能帮助我夺取大宋江山就是我的朋友，反过来就是我的敌人，而我的敌人会死得很惨，就像你。你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你怕死而我不怕，你认为死是最可怕，而我认为失信于人、践踏诺言才是最可怕，也是最可悲的。我相信你，你不怕死，可太子怕吗？在你身边，太子马上会死，可交于我的话，至少他会活下去。你知道太子是大宋储君，入董正朔，尊严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他丧失了尊严，与死去无异。因此到最后关头，包某可以亲手杀死太子，却不能将他交到你们这干反贼的手中。况且王爷挟持太子是为了谋朝篡位，窃取大宋江山，包某更不能助纣为虐。王爷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哼，如果你认为我怕你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我随时可以杀掉你，但是为了太子的安全，我愿意再说一遍，交出太子。上，给我上，有敢后退者格杀勿论。上啊！
取回太子。设下毒计，矫诏匡平太子，半路截杀，真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容恕。而今太后已被参政李延佐大人、神策将军李天昊大人拘禁于后宫之中，你们的阴谋已经彻底破产了。全我，韩志松，小事的立刻交出太子圣驾，否则大军到处，叫尔等立城击反。大将军，我在这里。太子殿下，臣李可镇恭迎太子圣驾，臣遇事不察，接驾来迟，万死之罪，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大家轻声，不要惊动了我的兄长。殿下的兄长？正是。李大将军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快起来吧。大家都起来吧！你率大军在此等候，我还有一些事情，等处理完毕之后，立刻随你回京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恩之素的同党？
什么？西夏人？西夏人怎么会在这里？王爷，这里常有西夏骑兵出没，但如此大军却甚是少见。你们看，襄阳王，真的是他？是襄阳王，他怎么会和西夏人在一起？大王，找到了襄阳王，就找到了包鼎山和太子，他们一定就在那座客栈之中。张辉，但愿你没有猜对。啊？为什么？襄阳王部中和西夏主力不下万余人，单凭铁山一人，怎么可能与之抗衡？如果他和太子真的在客栈之中，恐怕早已遇难了。遇难？但愿上苍护佑铁山和太子无恙啊！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们率军杀将过去，看个究竟。魏颖说的对，左毛，下命令吧。中军保持阵线，向前推进。提前发动攻击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命主力，准备应战吧。不，我们不动。啊？请问，是八献王殿下、杨宗保元帅和展昆仑护卫吗？不错，正是我们。足下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？是包铁山大哥告诉我的。啊？铁山在哪里？他还活着吗？是啊。众位，请随我来吧。赵庆，这狼子野心、欺君犯上的逆贼，真是罪该万死！我太祖系没有你这样的子孙。赵德芳，亏你还自命为太祖子孙，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二字吗？太宗窃我江山，杀我兄弟，身为太祖子孙，你不思报仇，我不怪你；你卖身投靠，我也不怪你。而如今，你竟然做起了仇人的帮凶，残害自己骨肉兄弟，真是蛇种柴姓，禽兽不如。你给我住口！哪个是你的骨肉兄弟？你勾结内宫，私募军队，阴谋造反，意图篡位，做下的勾当桩桩件件都是抄家灭门的大逆之罪，不仁不义，不礼不信，不孝不悌，视为人神共愤。而今阴谋败露，死到临头，竟然巧言令色，说我赵德芳残害骨肉兄弟，真是大言炎炎，无耻之极。赵庆，太祖门庭有你这样的兄长，真是家门不幸，早晚有一日太祖系子孙要断送在你的手中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继承父志，夺回失去的江山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哼，张口继承父志，闭口太祖遗诏，太祖可没有让你造反。哼，你目光短浅，管窥离侧，不靠武力，不靠智谋，怎么可能夺回江山？我不过是想拿回失去的东西，却为包铁山所阻，乃至功亏一篑。时也命也，夫复何言？今日既然落入你们手中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动手吧！来人，我拿下！是。天山大哥，
了。天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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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，他就是包天山。这是怎么样了？我们与向阳王和恩之素的大军相持了两天，下午客栈被攻破，包大哥为了保护太子力战死伤。什么？你们已经守了两天？这真是太难以置信了。真是难为他们了，换作是我连一个时辰也守不住。这就是包铁山。他动了，他动了。放心不下的就是太子殿下还都之事。包卫，我赵德芳再次向你保证，就算性命不要，也要放太子还都，入继大统。
元昊登基之日，便是西夏与大宋休战和解之时。还都后，我立刻遣使汴梁，面见大宋天子，两朝修好，永不再战。